大家好，我是刘红云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组针啊，它是一组针。这组针呢，专门治疗上肢的偏瘫、麻痹、麻木、疼痛，也就是说，整个啊上肢部位这个部位的所有的这个运动障碍啊什么的，都归这一组针管。这一组针呢，就叫做手三针。手三针呢，它指的是三个穴位：曲池、外关、合谷。你看这三个穴位，曲池啊在这儿，外关在腕背横纹上两寸，然后合谷在这儿啊，整个也在我们的上肢上。那这个手三针呢，是我们近三针里的一组针，专门治疗上肢的运动障碍啊，上肢的各种麻痹疼痛。那曲池呢，我们常规进针一般可以进1寸到1寸半，然后外关啊进0.8到1.2寸。那同样呢，合谷啊，它也进这么多，所有上肢的问题，我们就可以借助这一组针。那近三针呢，是传统针灸里也是非常精华的一个体系的一个针法，然后在临床使用的时候效果也非常非常好。大家在临床使用的过程中，也可以搭着董事、齐穴一块儿用啊，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。好，今天呢，关于这个手三针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针灸，请大家继续关注我。